从30多年前呢，我父母亲就把我们全家人都带回了彰化埔心乡，开启了养羊的生涯。对我们而言，养羊不只是一份事业，更是一份难以磨灭的情感。我们只要给羊只舒适、无毒、友善的饲养环境，哦，每天都会割新鲜的牧草来给羊吃。那羊吃得好，自然羊奶就会鲜甜好喝。因为羊只在每个阶段所需要的营养分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这需要经过专业的计算，搭配新鲜的牧草下去做饲养，才能产出好的羊肉。我们是彰化羊二代的青农，我们凭借着推广国产养羊的决心，要带领着台湾国产养羊产业走向创新、有爱、永续的新领域。